北辉，我都听说了，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，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你父亲。昨天啊，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，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，发现了这种草药，很明显，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。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？你是姜太公钓鱼，可惜呀，没有鱼上钩。